山林辽阔，风声清明，只是不知还有多久可到灵觉寺。天色已晚，还是先在此处露宿一晚吧。不要，娘亲，我们回去吧。嗯，好浓的鬼气，是谁在此鬼鬼祟祟？叔叔，你快走吧。女娃，你为何这么说？可是有人欺侮你们？别问了，你快走吧，这里很危险。孩儿们，为娘何曾教过你们此等待客之礼？为何这夫人出现之后，这四周的鬼气更加浓重了？暂且观望一下，这位施主，路中夜凉，为何要带着幼子幼女外出？不怕遇到危险吗？若是奴家当真遭逢凶险，大师您一定会出手相助，对是不对？出家人慈悲为怀，自不能见死不救。那好，假若您救了奴家，之后要奴家如何报答您呢？以身相许如何？降妖除魔，助人为乐，本就不图报。况且贫僧是出家人，早就六根清净，斩断红尘。施主莫要开玩笑了。大师的意思，若您并非背负出家人这个枷锁，便准备答应奴家了。这贫僧并无。说要的是你们，说不要的也是你们。天下间的男人本来就是一个样，唯有会不会骗人这一个差别了。妈妈，不要再这样了好吗？那个和尚叔叔明明没做坏事啊。你们还是我生下来的吗？怎么向着外人说话？娘亲受的苦，你们都忘了吗？既然是我的骨肉，生生世世都要陪着我堕落，给我杀，杀，杀了那虚伪的男人！原来如此，你这恶魔，我这便为民除害。